当女巫是在唱经的时候会入神，她和神主灵结合了。入神的时候，女巫师已经不知道是在人间还是在神灵界。对排湾族人来说，嘉汉村是如同创始祖先一般是有生命的、有保护力的元老。子清邀请您收看《杂乱见识南岛》，透过知识来游历南岛，看见台湾。